大家好，我是明念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字鸡，一起来看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。横竖撇点撇，横折弯钩，鸡。今天一起来学习两个有关鸡的词语和句子。第一个，机场，机场 means airport， 我们下午去机场。 We're going to the airport this afternoon。 第二个，机票，机票 means air ticket， 我已经买了机票。 I have already bought the air ticket。 怎么样，鸡这个字你学会了吗？关注 Uniforms 学习更多中文知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Uniforms